来的话没有无人机的话，就一天能运个两趟左右嘛。无人机就方便多了嘛，直接在山上开个定位，然后叫无人机过来，自己踩到了，然后放到里面，然后再运下来。人不用下来的，然后你自己也带个饭上去，然后再踩一整天嘛，然后一天能运个三四次，就收益就比较多一点嘛，对吧？